生。敢嘛为了圣旨，会变假轻罪，也绝对袂去伤害岳父。方英，怀节怀量，恁拢无。桂兰花曾听伊本王当朝为官，伊知影本王的身边有一件宝物，永不离身。桂兰花，你就不是本王的人啦，是这玉骨罗汤。父王，桂兰花为什么要向你借这个玉骨罗汤呢？祖出宝的汉族的龙吟呐，我是动性命，将不离心。时阵，今仔日父王一再搁伫咧叮咛伊，莫非父王也甲单团同款的看法？可以，赶紧去写。是，丁贤弟，请。